25史里面大概已经有23本哦，好像没有看到新五代史。另外还有什么没有？没有，也有26史的哦，可能是那个新历清史稿了。那你看这个四史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后汉书，《三国志》都有啊。四书啊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伦理》《孟子》，《伦理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也都有。历史的、地理的、文化、文学的、哲学的，经史子集啊，经典的嘛，历史嘛。史哲学类嘛，及文学类嘛，还有医学的、科技的哦，兵啊、法书的哦，内容很丰富。按下去，哦，你看，现还离线还可以用嘞。《史记》就含有12本纪、10表、8书、34家、70类传。12本纪、10表、8书、34家、70类传哦。看那么130篇还是多少？百万内容，内容丰富啊！按下去是这个目录，然后。从目录再按下去还可以得到连接，这个都有连接可以用。资治通鉴呢，你看可能是从那个到底是不是先秦开始的还是汉代开始的，1300多年了历史哦，《资治通鉴》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哦，刚刚有看到秦呢、有没有看到周呢？周就开始了，周就先秦了嘛，然后来秦，从春秋战国时代了，周就春秋是。东周的前期叫春秋嘛，后期叫战国时代嘛。这里的周威烈王23年，是不是战国的开始？这样，从战国到五代呢，宋朝的人顶多写到前一个朝代五代啊。这样1300多年了的历史，960加上403，1363年，北宋从960年开始，公元960年开始，然后刚刚的周威烈王23年是西元前403嘛，960加403。所以说1363年，1360几年的历史，《资治通鉴》从那个东周的后期战国时代开始，秦汉、魏晋南北朝、隋唐五代，梁唐晋汉周，这个梁奇怪，可能是没有木字旁的梁哦，梁武帝的梁，没有木字旁的梁，怎么会？可能是从简体字转成繁体字出错了，对啊，从简体字版转换成繁体字版出错，你的字会出错。
你看，古代后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嘛，啊，刚刚那个可能是后梁哎。内容丰富啊，修迁。看过了都有做记录了。会讨论呢、讨论。你看简体字跟那个转换成繁体字就不一样了。你看简体字跟繁体字的差别。在于原稿可能是简体字的，有了，赵云不是战士的，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是赵云是赵子龙是病死的。一生有大功，也有很优异的表现呢，令人佩服啊！刘备称赞他一身是胆。死后成为圣，后来就被封为赵圣武天帝君，赵圣武天帝君简称赵圣帝君，赵圣帝君。关羽、关公是被封为关圣帝君，是明朝末年宋神啊，明朝末年叫神宗皇帝，明神宗万历皇帝封关公为关圣帝君。那赵子龙的话是，要民国哈，90年代还是哪一个年代了？好像20世纪了，
被封为叫赵圣虎天地君，赵圣虎天辅助天地，辅助上帝了哈。帝君，简称赵圣帝君，赵圣帝君。嗯，有日本人来研究中国历史书，这么厉害啊。